Happy cooking, Happy baby。当我遇见你，太好了。我们今天的玉轩哈，有两个宝宝，一个已经四岁，对，然后一个现在九个月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是为了这个养羊九个月的宝宝，然后来做料理。而且这个呢，我们今天一锅三菜。那我发现。我真的很会设计，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我很钦佩你，自己包这样子哈。我现在最下面我要来煮的是一道鲑鱼山药汤，放进来的有我的这个毛豆，好，放一些水，再来是放进去我们的鲑鱼，你看肥滋滋的鲑鱼放进来。山药我通常不喜欢事先先削好，因为事先削好它很容易就氧化就变黑了，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再来削我们的山药就好。好，这个也是很好削的一个削皮器，而且这个可以两用。好像我要削比较薄的皮，我就用有锯齿的。好，然后一般就削苹果削一般的皮就用这边。好，那薄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支来削薄皮。所以我削起来有没有这个皮都很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一样齁，切断就可以了，把这个山药也放进来。好，其实我们一道已经煮好了，够简单吗？而且完全没有油烟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放油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鲑鱼营养成分也非常好，非常适合宝宝来品尝。好，因为我现在煮一道不够，我可以中间再煮一道。你看这个专利的配件多好用。好，我这一层就来煮一个蔬菜粥，牛肉精蔬菜粥，先放一点水，好，让它会变成粥。因为我要让牛肉精给滴下去，所以我这边可以来放再放一层。我今天用的是牛腱，因为要给宝宝吃，所以尽量油脂要挑比较少的，所以我这个是两吃哦。好，我可以滴出牛肉精让宝宝来用。好，然后大人呢就可以吃这个牛肉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放进来，然后再切一点洋葱，也可以滴一些洋葱精下去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滴下去我们的蔬菜粥里面就有洋葱精跟牛肉精，你看给宝宝品尝是不是非常的营养，非常的健康。好，所以现在呢这只要盖锅盖就行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一锅三菜到底煮了些什么，好了没有？好好好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是我的牛肉。我这个设计就是把这个牛肉一滴一滴，好，牛肉精要滴到底下。好，那我现在牛肉跟牛肉精已经滴到底下，因为你看我这个是有洞的，哇，对，所以我这个牛肉精跟我们的洋葱已经滴到这个底下了。那个味道好香，很香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粥，哎，这个两用啊，对，就两用，所以我的洋葱精跟牛肉精滴到这边，好，那我们就把洋葱给放进来，好。好，这个洋葱先放进来。那这个是一个黑魔法的不粘锅，我的锅子呢都出身名门，因为它来自德国，它完全是铸造的。那这个因为大人要吃的，我们味道就可以放重一点。好，这边有李雪辣椒，你要决定，如果你要给四岁的宝宝吃，是不是就不能有辣的？对，不要加辣哈。对，妈妈就是这样子，还是会为了那四岁的宝宝，就不要管老公了，好不好？老公在那，不要理他。老公不要理他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牛肉放进来喽。那因为我们牛肉已经是熟的了，所以它就很容易，其实调个味就好了。那我现在就是把洋葱跟我的那个青葱，好，就把它炒香。那我们都没有放油哦，哈，好健康。对，好，那就可以丢进来了。我把这个锅底给它，好，就放一点麻油跟酱油，让它香气进来。再放一点点糖好了，好，放一点点糖。好，第二层。我们的牛肉精粥，好，我们这个是牛肉精哦，对，牛肉精、洋葱精都在里面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添一点起来，啊，这个是宝宝的，这个压力锅煮过，它其实已经很软烂，好，它其实非常软烂，非常可口，非常好吃，然后营养满分，对，
是，好，这么小就吃那么一下，是。对，一般人我们都会以为说，哎，那个洋葱是不是会辛辣？对，好，那其实洋葱经过烹调过，尤其我们用压力锅把洋葱筋滴出来，一点都不辣，是甜的。对，对，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的鲑鱼，然后还有毛豆，然后还有山药。哇，这一锅很厉害，白白。对，你看一整锅这样子全部都好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大人吃的跟小孩吃的要把它分开，因为小孩吃的我们就把它打成泥。好，然后大人吃的呢，我们就直接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大人就可以吃，就放上一点盐巴，然后大人对，这样大人就很好吃了。哦，因为我们鱼还是要把它煮烂，是要为了要宝宝要吃，而且我今天用的是国王龟哦，哇，纽西兰的国王龟，怎么对我那么好？对啊，对，你看这样子又变出一道，对对，是啊，鸡肉就是鸡筋嘛，哦，那你如果牛肉就是牛肉筋，那鱼的话就是鱼筋，哦，那狐狸呢？狐狸筋，这个真的。好，我们的毛豆这个鲑鱼汤，我们把它放进来，看起来不错吃哎。这应该看起来很好清洗哦。非常好清洗，其实我这个只要一张餐巾纸就可以，我洗给你看。它就是这样子，你看，它就自己变干净，有没有？你擦到哪里，它就干净到哪里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德国的黑魔法锅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打成泥，好，然后我要加山药。然后鱼，然后我就挑这个没有骨头的。嗯，你觉得他会喜欢这道菜吗？洋洋，洋不挑，洋洋不挑，对，是洋。OK， 好了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浓汤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就是一个浓汤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的一锅三菜完成。哇，我们的牛肉筋粥好了耶，还有洋葱的，嗯，哇，哇，那嘴巴张好大，哇，耶，我们今天完成了大人小孩都爱吃的三道料理咯。